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本期看点：周末天气炎热，不想出门，宅在家不知道干什么。没关系，最懂独居的少年来欢迎武艺、彭昱畅、陈学冬、刘星四子、王鹤棣、吴希泽、关宏、梁靖康，带你解锁周末宅家新姿势。有趣的独居好物一定会为你的生活添彩。先形容一下你这个东西。我两条腿。你不会把你带过来了吧？还有一条腿。木桶吧，它是贵。我的也不便宜。这个反正可以让你长眠不起。来，我试一下好吗？哎呀，我一寸半不得。你们两位互相看一下对方的。跟我这个比太小儿科了。我看不懂它是什么东西。你这个我才看不懂。那么问题来了，周末在家吃什么？下列哪一类是20到30岁独居人群点的最多的外卖类型？开始。这个题好有共鸣啊，早就眼神确认过，就是吃盖浇饭的人。奶茶是饮料，烧烤太贵了，外卖绝对是要点烧烤啊，你一定是盖浇饭。正确答案。我觉得绝对不同意。来点室内运动，一定特别解压。哇，好激烈啊！他们俩特别像在照镜子，把它抖下去。王鹤棣像粘在了扁带上一样。哎呀，快晃他！与其说他们现在在比赛，不如说他们在求生。啊！不要说唱，独居歌单大公开。糟糕，是心动的感觉。不要！哎，穿了穿了。不要！哎呦！我感觉没有白来。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好像一个咒语啊，见孤单一飞。吓唬人。还有几位女生还是坚持没有转身，彤彤都要唱哭了，还是没转，再不转身就没机会了。今晚周末的小小世界一定不要错过。不要搞了，好吧。不要搞了，好吧。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湖南卫视的吉祥物，我们的实习生，名字叫做大黄，欢迎他。也请大家关注我们湖南卫视的暑期活动《快乐由我造》，一起来和大黄来互动。大黄，哎，大黄，你跟我们那个说个再见。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我的小小世界。那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们越来越善于把自己的这个房间啊，自己的家啊布置得很舒服，然后呢就喜欢待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面，就我们就称作是宅。那么宅男们的这个独居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今天呢我们有个小短片来检测一下，看接下来今天来的这几个朋友到底算不算是标准的拥有美好的小小世界的宅男，好不好？这是正规。这是我是宅女。你来评判一下，你觉得谁宅谁是假宅，好吧？那就看谁在家里待的时间最长，还有他在待在家里到底要干嘛。 对不对？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一下他们。繁忙的都市，远离喧嚣和人群，有一种神秘的生物正在悄然增长，他们逐渐渗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你却很难找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就是他们就是像我们这种在家里享受生活的宅心人啦。你们当然找不到我们的身影，因为我们很少出门，在家里就有一个自己的小小世界。你也跟我一样是宅心人吗？
如果不太确定的话，我们就做个测试吧。符合的话就画圈，不符合的话就打叉。从来不自己做饭，每天两顿以上正餐都是吃外卖。符合就打圈，不符合就打叉。总是在犯困，做什么事情都能够睡着。符合就打圈，不符合就打叉。小熊，我不要。走啊，青春的燃烧，热情的沸腾。你再不出门，找不到女朋友的。对呀、啊，不然我打电话给南京他，如果他愿意去的话，我就去。好好，你来，你来。南京他，你在干嘛？在家看《流星花园》。《流星花园》回来再看，我给你剧透后面的48集。走，出去玩。喜欢在家里自娱自乐，即使最亲近的朋友约你出门，你也毫不留情的拒绝。符合就打圈，不符合就打叉。不喜欢外面嘈杂的环境，觉得在家里跟动物相处是最放松的事情。符合就打圈，不符合就打叉。电视机前的你也有自己的小小世界吗？快来快乐大本营和他们一起享受愉快的周末吧。好了，今天呢，我们这个七位同学呢，有三个作品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当然就是在我们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这个由我们佳佳主持的《我家那小子》。今天来了两个那小子，一个是我们的东东陈学冬。啊，大家好，我陈学冬，然后这11次快本，对。哦，你都打了11次卡了，快本，对对，厉害哦。还有是我们的武艺。这一次是因为这个热播的综艺《我家那小子》，对，大家一看到你那部分就想笑啊！你拿小桌坐在床上吃饭，那个真的是。因为就是我前面有个电视机，所以平常我真的是就是坐在电视机上面一边吃一边看。你坐在电视机上面啊？不是，对，坐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武艺，你就在家门口做节目，你妈妈来看你没有？我妈没有。每一个问题都是垮的。可是我大姨来了。真的？在哪里？在那儿啊。大姨。哦，大姨好。还有人找她要签名。哦，肯定的，大姨很出彩的。大姨，大姨那句经典的台词就是东东要开直升飞机，她就说开玩笑。还有向往小子，萌萌，今天来主要是宣传那个《快把我哥带走》，对不对？8月17号，终于要上了。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现在人气非常高，然后这个剧现在也特别受关注，我们的《流星花园》的四位主演，我们的新的 F4， 欢迎。大家好，我是杨靖康。嗨，大家好，我是关宏。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鹤棣。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希泽。欢迎七位，刚才这个短片独居妻子，对，都认为自己是宅男呢哈。何老师站错队了，
我跟西泽，我们两个是很明显，你们就一直在拉那个关宏跟康康出去。对啊，我们俩是在家待不住的那一种。你们不是宅男那种。对，我就是每天不出门就感觉很难受，浑身难受的人。我能问一下你出门干嘛？就是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是、也要出去吃。对，一个人去点菜，或者是叫朋友一起去外面吃饭，但是我不可以在家里自己叫外卖吃。吴毅，你说一下在家点外卖的好处。方便，而且可以一边吃一边看电视。确实就是不用收拾嘛。那你不是把汤洒到床垫上吗？这个我真的我吃一百次我才洒一次。啊，有数过。好，今天我们分成两个很明显的阵营啊，一个是我们弟弟跟西泽组成的活泼派，就是一定要在外面生存的，还有呢这边这五位都是属于在家能宅得住的。我们呢今天要请我们这些有小小世界的朋友来推荐一些待在家里的好物，独居好物推荐大会，六位独居小伙伴分三轮，一对一推荐自己的独居好物，每轮推荐及展示结束后，由剩余三组挑选人举牌选择更喜欢的好物主人加入自己的队伍，若被超过一组挑选，则推荐人反选想加入的队伍。吴昕说他混入一堆宅男里面去推荐好物。在里面独树一帜。因为你确实是快乐家族里面最宅的。我们请他们两两一组上来推荐自己的好物，他们都分了不同的系列啊。娜娜，你最想先听谁来介绍他的好物？武艺吧。武艺和关宏这一组叫不要打扰我系列，来，两位请。我都能猜到武艺送什么，我觉得。你不会把你的小桌子带过来了吧？来，分别形容一下你们的东西好不好？那个武艺先来。我的是有两条腿，有两条腿。然后这么明显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有几张嘴呢？啊？两个腿，然后挺白。就是那个对吧？就是那个。好，到关宏了。关宏，形容一下你这个，有腿吗？它有一条腿，一条很长的腿。那这样，两位，我再加问一题，请问你们各自觉得自己的这样东西最适合对面六个人当中的谁？重点来攻克一下。武艺，你觉得最适合谁？娜姐吧。是不是怕什么来什么？为什么最适合娜姐？因为我觉得娜姐就是不太适合出去。怎么到现在见不得人吗？不是我觉得因为就是我其实觉得娜姐一般在家也点外卖对吧？没有。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很方便，不用下床。已经知道是什么了，是不是？啊，四个字，呼之欲出。来，关宏同学，你觉得你这个东西最适合对面的谁？我觉得最适合D。为什么适合D？因为他在我们身边很喜欢唱 rap，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自己唱得很开心，同时你又不会影响到别人。就是意思就是你嫌弃我平时影响到你们了，对吧？没有啦。好的。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关宏带了什么，以及武艺的桌子。来，请揭晓。武艺把它展示出来。然后你坐进去，坐进去吃一下，演示一下。它下面很宽，然后有时候你比方说你吃饭的时候你想出去特别方便，就是你直接这样就行了。完全看起来一点都不方便。神还原我家那小子。
床上吃、啊。何老师，我自己家里就有一个，我那个是一张桌子，它推过来的，然后它是可升高可降低的。哇、哦！是是是，我坐月子的时候就弄了。下面关宏你带来那个东西我真看不太懂，它是什么呢？这个呢我觉得真的很神奇，消音器。你可以示范一下给我看吗？就假如说我平常讲话声音音量是这样，对，但是我用了这个之后，你们就听不见我在讲什么了。你说我们应该听不见你在讲什么？对，很大声啊，你们听得很吃力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方便，但是你自己听到自己的音量真的很大声，就是完全可以听到细节。怎么办，弟弟？我想要这个耶，我觉得这个好。有吗？真的很大声，是不是？试试看，我要给你看，你给我听。唱歌，唱歌。一二三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哇，就好像弟弟在我耳边倾诉，然后他深情地倾诉了一组数字。是什么密码吗？哎，我们要这个，我们要这个，我们来举牌，我们来举牌，好不好？准备，来，三组，想一想，你们要选择谁？三、二、一，举牌。我们这边选的是武艺，因为武艺又把我带回了坐月子的日子。我们选择是关宏，是因为我家里有武艺同款，我们就已经很顺利的关宏到我们组，然后武艺到娜娜和希泽的组，欢迎，请加入。接下来下一组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没人比我爱干净系列，我们要请到的是欣欣和康康。首先请两位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们带来的好物。我的这个你可能也有，不过你的这个没有我这个厉害。啊，我知道我有。我对你们都不感兴趣。第一你怎么知道他有，第二你怎么知道他的没你的厉害？你就推荐你的，不要攻击对方。康康一定是听了导演的说你们两个要比拼，所以他一开始就架势开始，是不是？我要打压一下他的气焰。他还没说话，他还没说话，他没有，还没有气焰啊。哎，吴昕是最没有气焰的一个。好，来吧，你看着他，你不知道他是用来这么干的。好，欣欣，你对他的这番介绍你觉得很厉害吗？我听起来真的跟我这个比太小儿科了。我这个真的，一是它真的很方便，二是很好用，而且它很大力。你们两位互相看一下对方的，然后形容一下对方的东西。好。你这个是什么呀？你这个是清洁的吗？对啊，清洁。你这是什么呀？我觉得它这个不是清洁的啊。他这个很像是从道具组随便拿来的，而且那个大小跟这个盒子，你们以为这样就很小了吧？实际只有这一块儿，这边全是空的。好，我们先看康康的，好不好？康康，把你的打开。啥？这个什么呀？牙签吗？对，是什么？这个就是我最近淘到的纯天然绿色无污染的牙刷。牙刷？这怎么会？哦，我知道这个。这个我去年去非洲的时候就用这个刷牙。什么东西啊？真的。然后呢？就这么嚼，之后就可以刷牙了。我用过这个。它是外面这个，它好用好用好用，它的前提是在没有牙刷的情况下它好用。不是，我在非洲的时候就靠这个了。康康，你这个真的很瞎啊！梁健康已经在走非洲代购了。好，我们来看欣欣的这个，来，嗯，真的很方便，很好用，很大力。你们懂这个是干嘛的吗？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No， 我这个是非常专业的疏通下水道神器。
做得这么漂亮，你知道它有多方便？因为我为什么想到要买这个东西？因为有一次我家里那个下水道就堵了，然后我就找那个物业小区的人来，要120块钱一次。我会觉得说疏通下水道怎么这么贵？因为它就花1000多买了一这个，我这个78，怎么可能？78，你不知道它有多好用，而且是你老师，你离远一点，它肯定是吸了下水道，肯定吸了下水道，还有厕所什么的。妈妈今天拿一个新的，怎么弄？给你们演示，太方便了这个东西。哦，先这样。差不多了，对。然后嘞？然后去吸，按那个钮，对不对？今天我没有办法在舞台上弄一个下水道出来，所以就只能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冲力有多大。哦，嗯，我就摁一下那个，没事没事，我怕吓着你们。好用，你不知道那个厕所都有多神奇，厕所那个头你一换上，你平常过生日也是拿这个。生日快乐！假设你住3楼，一下通到1楼，然后1楼堵了，啪就下去了。哎，怎么办？怎么办？两个都不想要，怎么办？来，各位准备了，3、2、1，请亮牌。什么？我觉得这么大，我因为弟弟非常喜欢这个，对不对？对啊，我觉得那个很嗨啊，就是朋友过生日的时候，我可以准备个10几个，然后一起拿着那个花，砰！我明白你的意思，70块钱一个买10个放在家里，然后朋友进来开 party 的时候依次按过去，砰砰砰！这个真的很好用。好，我想问一下佳佳，那个涛涛，你们这组选康康的原因是？因为我跟海涛家里面都没有下水道问题，除非我们先拥有康康这个牙刷，我们每天刷完扔到下水道，我们才可能用。好，反选吧，反选，来，梁靖康，您要选的队伍是？我选，海涛哥，谢谢，谢谢。好，两位请休息，现在新加入我们队，康康加入到海涛和维嘉这一队。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稍后看点。独居好物大集结，奇妙功能乱花眼，这个东西对皮肤非常有好处哦。哦，感觉是湿漉漉的风，很舒服哎。这个反正可以让你长眠不起。哎，我试一下好吗？哎呀，我一风大风的。那么问题来了，周末在家吃什么？下列哪一类是20到30岁独居人群点的最多的外卖类型？我觉得是奶茶，因为我平常生活中点的最多的就是盖浇饭。点外卖肯定是点烧烤嘛，再搞个啤酒。嗯，正确答案有什么？我觉得绝对不同意。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快乐大本营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函数澎湃水，启动水光机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由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感谢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好，来，请上他们的好物。首先，两位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个好物。这一组叫做“精致的睡前男孩”，鹏鹏，你这个东西是要用在头上的吗？不是、哦，那我就放心了。假发片，你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啊？哥哥好担心。哎，好像还是上次的盒子。
鹏鹏，先形容一下你这个东西。完美哦，然后它是适合所有人，就特别精致的，像 F 四啊，就长得帅的都特别，就像我们这种长得帅的特别适合。哎呀，鹏鹏自己说长得快帅已经有人笑了，我以前只觉得海涛有时候夸自己大家会笑。拍戏的时候天气，现在夏天拍戏会很晒，很晒呢，那这个东西对皮肤非常有好处哦。哦，啊，来，我们东东来形容一下，嗯，这个反正可以让你长眠不起。哦，安眠药吗？我觉得睡觉是可以的，但是长眠不醒，我觉得这个是。我跟你说，这里只有一个人会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就是欣欣，哇，我超喜欢长眠不起。哎，可能是个枕头，哎，安眠的枕头，哎，我要那个，哎，安眠枕头，然后喷一个那个助眠的香薰。来吧，请揭晓吧，好不好？从鹏鹏的来，三二一。什么？你那个是？这个非常好，非常好，蒸脸的那个。不是，这是粉底喷枪，不是，不是，这个，真的是粉底喷枪，这是助氧仪，不是粉底，特效化妆，助什么？助氧仪，不是真的脸，它都可以喷，一点都不遮眼睛，里面喷出来是水吗？对，眼睛好红，它里面是一个，它里面是流泪了，里面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是那个补水的东西，来点，真的，来，再一个，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好香，好香啊，哇，好香啊，这个。而且他不用自己涂那个爽肤水涂到脸上，好，下一个，很舒服哎，哇，又到我了，那男的你搞过一次了，就是营养液之类的，就补水，营养液，感觉是湿漉漉的风，对，这个可以了，来我们看下一样，东东到你了，三，二，一。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健身都可以用啊。健身怎么用它？你过来，你过来试一下，一只手拿起来，不用，拿这边，拿这边，就这样抓着，一只手拿。哇，哇，真的很重哎，完全没有就是那种感觉，像拿一块石板。我试一下，我是一个常年健身的人啊。哎，这也笑，弄得我都不好意思拿了。很轻松啊，你看。这里面这是什么啊？这哦，我知道了，压在身上压到长眠不起。这是什么啊？为什么要用这么重的一个被子呢？它是重力被。重力被。重力被。然后它盖下去以后会让人有很压迫感，不是压迫感，是安全感。因为人睡不着，其实有压力。有点喜欢这个哎。吴毅，你让一下啊，我试一下。好。哎呀，好重！好重！好重啊！哎呀，我一动弹不得。被困在那儿，人生被困住了是吧？好重啊！我要起来。他现在可以，他现在其实也可以做仰卧起坐，他就腹肌就会出来了。哇，这个被子太神奇了，动不了，这个真的动不了。娜娜，是不是累了？哎，我脚动不了，下不了床，快把我的桌子背过来。来，把所有的东西给娜姐佩奇，来来来来来，来喷雾快，来把设备都备齐了啊。动不了，娜姐动不了，没事啊，唱个歌给自己，来，快快快，打个彩炮。娜姐不用下床，这还能刷牙。来，恭喜娜姐刷牙。被子就靠沉，你把这个被子拎开啊。这个被子可沉了，这个被子真的好。哎呦呵，真的好。哎呀，为什么要弄那么重的被子？为什么要弄那么重的被子呢？
来投票了，这是来自鹏鹏的这个非常高效的一个补水喷脸的神器，和陈学冬的史上最沉的给你安全感的被子，对吧？重力被。对。三二一，请选择。我们选的是鹏鹏。对，我们选的也是鹏鹏。我们选的是东东。因为你被困住了。因为我扎扎实实的真的被困住了。因为我你没有经历过，你们无权来评价他的被子，他是真的可以困住活活的一个人，加上那个小桌板死死的把我卡住，是谁说伸缩自如的？主要是被子太重了，我平常不盖被子。好有道理。好，现在鹏鹏的抉择来了。那我选嘉哥跟海涛哥。这好像也是被迫在选我。因为我去那对颜值得不到突出的展现。我们呀什么呀鹏鹏。好，分组已经完成了。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一个比拼，问答版的爱的抱抱。好，爱的抱抱版的大问答是通过不同年龄层的喜欢独居的人调查当中得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爱的抱抱大问答，游戏规则：每队每轮派出三位队员参加，题目给出后，音乐响起则开始转圈，音乐停止后，大家根据选择答案的数字抱在一起，答对即一分，最终总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将好物推荐的所有物品收入囊中。涛涛，你不是想要那个被子吗？我想要那个被子。我也想要那个被子。可是那条是我的，我本人盖的。那你拿出来的就是要进入游戏的环节了。我可以再寄一条给你们。不行，不行。幼稚。好，来吧，每一队派三个人出战。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道题目，请看。下列哪一类是20到30岁独居人群点的最多的外卖类型？一，炸鸡薯条；二，盖浇饭；三，烧烤；四，奶茶。音乐请。哇，这个题好有共鸣啊！现场的观众已经沸腾了。三、二、一，开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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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四个人，你们四个人，你们四个人，我是干扰你们。三，干扰你们。二，一，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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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二三四。佳佳，你已经停了。嗯，对，你刚才停的时候，你是被他们抱在一起的。所以我先问一下佳佳，你其实不想要跟他们组成三的答案，对吗？对，因为我跟鹏鹏早就眼神确认过，就是吃盖浇饭的人。后来东东就说，既然他没有抱到人，他就说过来干扰我们。不是不是，是这样的，我刚刚呢，我跟武艺已经商量好了，本来说是要二，然后在绕圈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说四四，哇！我是那一刹那，我觉得可能有四是对的，所以他们去抱四的时候，我不想他们两个赢，所以我要把他们。懂了，我先问一下吴昕好了。吴昕，你在刚才的整个过程当中显得极其恍惚和被动。因为
来陈学冬一直像个指挥的人，把全世界推开，然后是的，不知道。本来其实大，我跟你说，大家都有自己该报的，都有自己答案。东东是，对，这样的。你过去，最后把我们锁住。你们四个人，你们四个人，你们四个人。好，欣欣，你本身想选几？我本身觉得烧烤比较可能有，就是，但是武艺说是奶茶。不是，我是觉得是奶茶，因为我平常生活中点的最多的就是盖浇饭，点的最多的就是盖浇饭。对呀、啊，那所以应该是盖浇饭、啊。你天天吃排骨饭，你还好意思？你点的最多的是盖浇饭，你为什么要选奶茶呢？因为我总觉得我属于那种。少数少众的。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这一组的两位骄傲，你们确定就是要盖浇饭？对，我很理智的分析了每一个选项。怎么分析的？你看，20岁到30岁之间的人啊，说的非常好，说的很好。炸鸡薯条，就是不能当主食，是会容易吃腻的，对吧 ？OK。然后完了，过烧烤太贵了。我独居啊，我不出去工作啊，我的钱就只能吃盖浇饭了。哦，因为烧烤呢没有主食，还得配主食。对。Okay. 奶茶是饮料，奶茶只是饮料，喝不饱。好，你们知道场外的投票吗？我跟海涛选的什么吗？盖浇饭。我们都是盖浇饭。对呀、啊。不是，是烧烤。我真的是盖浇饭，我也选盖浇饭、啊。过分，你过来。外卖绝对是要点烧烤啊。盖浇饭啊。盖浇饭真的是。一定是盖浇饭，就是。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三，正确答案一，炸鸡薯条。啊？这什么？不对。现场的朋友，你们外卖点过那个炸鸡薯条的，给我举手。哇，真的有这么多啊？哇！啊，真的吗？哦，原因是就是快餐，所以就很快。盖浇饭也很快啊，盖浇啪。对啊，盖浇饭离家近的，送的特别快。对啊，奶茶不是更快吗？你要快，你泡个方便面喽。点外面肯定是点烧烤嘛，再搞个啤酒，嗯。对不起，没有一个人可以加分。这题，下一题换人了。请看下一题。下列哪一项是喜爱独居的城市青年在家做的最多的事情？一，打游戏；二，看电影；三，看书；四，睡觉。预备 ，music。请选择。请选择。没有人选三是吗？看书，会看书，但不是做的最多的事情。但不是做的最多的。对，我觉得如果城市里面的青年不是独居的话，肯定是三最多；但是独居的话，肯定就不是三最多。为什么不是？不独居有父母在，一定要读书。但是我觉得相比，我其实是在一跟四之间犹豫。对吧？对，我跟关宏和弟弟都是第一时间觉得是一。但是如果你说以时长来算的话，一天起码8个小时起睡觉，那怎么？所以就应该选四啊！所以就应该选四啊！好。
关宏，你怎么会跑去跟那个吴希泽抱到一起？他们的战略就是选二，然后他来去干扰别人，但是我们两个人加在一起又变二啦。哎呀，我想选二的，你跟我说嘛。我刚一直在找谁是谁是可以看电影的，谁看电影就被锁住了。到底哪些人可以为自己这一对加一分？来，请看。正确答案。看电影。看电影。You what? 我们有三分。那目前呢，因为黄队呢，哎，很巧的是压中了三个人，所以呢，我们就是黄队获得了胜利。你们将拥有全部的六样好物，祝贺你们！拿回家了。提醒您稍后看点：独居运动会，活力小子奇招进出，抖肩舞，抖肩舞，抖住跳完孔雀舞，你们俩特别像上门伴舞。扁担大战正式开启！哇，好激烈！王文丽可能要下去了，希泽的腿卡进去了。与其说他们现在的比赛，不如说他们在求生。这个是野外扩展。这些都非常的稳，快晃他，晃他！突然一次的进攻，天哪，太厉害了！有机会，走！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快乐大本营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韩束澎湃水、启动水光机、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今天虽然我们说每个人有一个小小世界，但是其实有朋友走出家门呢，会发现这个世界更大。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来一些户外的互动，或者玩一些有趣的游戏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季节可以多走动走动。接下来我们就要玩两个快乐大本营很清凉的游戏了。每一个队伍当中，如果积分最低的呢，要派出两个人来接受惩罚，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加油，好不好？那我们第一个的游戏呢，名字叫做可不及待。接下来这个游戏呢，是跟这个雪碧有关系的哈。我们的酷爽积分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后面的扁担大战啊，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先来一个热身，好不好？因为平时啊，像我们常年健身的人啊，就是有一个信念啊。不服就是要正面刚。但我们女生是怎么觉得呢？我们觉得玩游戏不只是男生的权利，我们女生也要拼实力。没错，积分战也不一定就是拼体力，像我这种酷女孩，我也想赢游戏。什么呀？长裤还是短裤？像我这种中长裤，我们赢就要赢得漂亮。我觉得呢，机智是我的战斗力，斗智不斗力，想要赢的话，少不了智多星。哎呀，佳佳是，我觉得玩游戏其实有幸运的话，躺玩躺赢，哎，对吧？就靠娜姐，对，我就是神队友。哎，但我就不多说了，一看呢，我就是想要当团队的领导者啊，想要赢就要靠神队友，团结就是力量。马上开始我们的游戏，好不好？第一游戏是这样的，我们会请出大家想念的、熟悉的、非常当红的、现在人气略有下滑的小凤，来发号施令。我们这边我先来吧，好吧，欣欣，你这种酷女孩，我要后面。好，我先来。娜娜，你们这队派谁？该你先，你先。嘉哥不服，我们就正面刚。我们鹏鹏，好，鹏鹏来，准备好了，听口令。摸耳朵呀，摸耳朵，抖肩舞呀，抖肩舞，抖完肩我们比个心，比心比心比比心，比完心我再抖肩舞，抖肩舞，抖肩舞，抖完你就抢雪碧。
不服就正面杠。对，智多星，他手是这样啪拿走了，对，捞过去的，哇，所以需要面积大。好，我们接下来派出我队酷女孩，哇，加油加油！你们队派出你们的另外酷女孩，还有呢？我来吧，不服就正面刚。哇，酷男孩，酷男孩。好，第二组。三位非常有实力的 dancer， 好，请听口令：芭蕾舞呀芭蕾舞，芭蕾舞呀芭蕾舞，芭蕾舞跳完蒙古舞，蒙古舞，蒙古舞，蒙古舞跳完抖肩舞，抖肩舞，抖肩舞，抖肩舞跳完孔雀舞，孔雀舞。孔雀舞，孔雀舞，跳完扭秧歌，扭秧歌，扭秧歌，扭完你就抢雪碧，抢雪碧。你们俩特别像陪着，就是上门伴舞，让娜姐喝雪碧。我赢了酷女孩和酷男孩以后，觉得自己超酷的，觉得自己真的超酷。我平常最喜欢喝雪碧了，因为相当的酷爽，相当的酷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后面真正的扁带大战了。我们的游戏规则是，每一队呢通过循环战进行对决，一共三轮，每轮每队派出一人出战，尽量把对手摇下去，脚不能着地，哪怕单脚着地也算输。这样吧，好不好？我们刚才最后获胜的是娜娜，对吧？由娜娜你来决定哪两个队先上。武艺跟何老师。好，来。预备开始。Round one。 啊！我突然一次的进攻。哦！哇！哇！哎呀！我的天啊！比赛进行不到十秒钟的时间，我游泳比赛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因为我发现，就平常不经常下床还是不好的。武艺，我跟你说，对，运动的不多，不太好。武艺，饭还是要到饭桌上吃，不要在床上吃。对对对对对。下面我们队其实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我们队马上派出是星星。You what？ 谁呀？最支持的王鹤棣。弟弟上。好，蓝队你们派谁？对对，蓝队去。西泽。两位请就位，放狠话。啊，我先吧。那我就要请你下去吃粉末，吃粉末。啊，够狠哎！酷。我刚刚好像听到你说你很喜欢你的鞋，让你的鞋吃粉末吧，让你的鞋吃粉末吧。好伤人啊！接下来酷爽的比拼开始 ，Ready Go。好激烈啊！哇！他们俩特别像在照镜子，他们动作是镜像的，看到没有？我们一起摇摇摇摇太阳，不要错过那好时光，太阳像是故乡。
但没关系，他找回了他的平衡。哎呀！小心脚，腿长啊！你们腿长，小心一点。趁他没站完，他就抖他，把他抖下去。现在双方在焦灼。他们俩真的很像镜子。酷男孩，小王和弟。越来越酷了！差一点！小心脚！他俩好同步啊！快翻过去，翻，翻他，翻他，翻，翻他，翻他，翻，翻！王后弟可能要下去了，这。王后弟可能要下去了，这。那我就要请你下去吃粉末，让你的鞋吃粉末啊，鞋吃粉末啊，鞋吃粉末啊。接下来第三轮是蓝队对黑队，蓝队要派出的是我家那东东，黑队要派出的是我家那唱唱鹏鹏，快把鹏鹏带走，放狠话来，放狠话，加油。哥，那我8月17号请你看电影，快把我哥带走。是要把我带走是吧？好，酷爽的比拼，谁能够获胜？蓝黑之争 ，Ready Go！ 目前是陈学冬掌握节奏。同一场体能非常好，但是略输在长度。哎呀！哎呀！萌萌加油！坚强，这真是非常激烈的一次比拼。有机会，等，哇哇哇！
组太激烈了，玩的。哇，现在彭昱畅只有两根线，他们现在交换了，交换了位置。哇！哇！掌声！这轮真的先后着地，脚尖先碰到地面的是我们东东，祝贺！那要各选一人来接受这个惩罚。惩罚呀？那惩罚就武艺来吧。你不是最喜欢武艺的吗？我喜欢武艺啊，所以让他经过惩罚多学一些武艺。如果是你们是武艺的话，我们这边就派我。哎，因为我不但跟他是好朋友，我跟他爸爸也是好朋友。啊，好，那我和武艺来好不好？来，好了，到我们的惩罚的环节了。那我们这个惩罚的环节呢，有名字的，叫做瞬间酷爽雪碧喷泉。我们待会数三二一之后呢，两位就拉这个线，然后呢就会有雪碧喷泉了。哇，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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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借助这个瞬间酷爽那个雪碧喷泉，祝我家那小子收视长虹，流星花园收视长虹，快把我哥带走，票房大卖，来快走！三、二、一。吃喷了武艺，何老师没有喷到。为什么每次都是武艺？快喝一口，武艺，喝一口。哇！由内而外的酷爽，对不对？耶！提醒您稍后看点，不要说唱。甜蜜时刻，我今天有带一个小小的舞蹈，有些动作真的做不出手，你知道吗？你这块心头肉就是我的宝贝。心动歌单大公开，我想我会一直孤单，更孤单一辈子。这好像一个咒语。还有几位女生还是坚持没有转身，我们都要唱哭了，还是没转，再不转身就没机会了。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快乐大本营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函数澎湃水启动水光机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大家来到快乐大本营和快手短视频为您全新打造的音乐板块，不要说唱。好，我们这个环节呢是把平时大家写的一些文字信件或者是微博微信，甚至是有可能口头禅啊，平时的一些小小的吐槽都可能变成音乐唱出来。那么如果你也有音乐才华，有音乐的原创能力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快手 APP， 进入到我们快手音乐人的板块，你的原创音乐上传之后就有机会被你喜欢的明星唱出来，所以是你谱曲大咖来唱，下手热门等你来创。好，那今天我们是一个交友会，对不对，两位？娜姐为什么躺在按摩椅里面？哦，等一下，如果表现得好的就可以享受这个，对不对？对，我们给大家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交友会，这边一会儿会有40个女生站在后面，我们会依次请大家来唱歌，如果谁被你们的歌声打动了，转过来的人越多，谁就可以有权利在这里，就是像我这样躺在这儿超舒服。超舒服。娜姐你就插一双陈学冬的重力被。那我们就请这40位女生来跟我们见面好不好？不要说唱，不要
要说唱，不要不要不要说不要说唱，不要说唱，不要不要说唱，不要不要不要说不要说唱，不要说唱，不要说唱，不要说唱。这是我们四十位非常有正能量的这个元气满满的女生。何老师，您快看，她们头上戴的都是大黄。那是小黄鸭。这个是有意义的事，快来跟我做朋友呀。哦，是这个意思。好可爱呀。先挑其中的一位跟大家认识一下，我五号这位美眉，请你转身。你好，大家好，我叫蒋小梅。那么我是才毕业，然后创业。我这个故事呢，是源于我刚创业的时候，组建了我们底下的团队，做一个就是大家集体义卖报纸，然后捐赠给儿童的福利院的孩子们。好，谢谢小梅，谢谢，非常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这边坐的十个男生，每个人选了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的心情，最能够打动对方女生的一首歌。首先我们把这个歌单亮出来。交友谁会唱一辈子的孤单呢？这个选的歌也太奇怪了，谁会选悟空啊？一棒子打下去飞灰烟灭。没有，重点是悟空里面还有一句歌词，是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觉得学猫叫是有可能像武艺这样，可是可爱系的是吧？是。哎，掀起你的盖头来是谁的音乐品味啊？我觉得应该是嘉哥吧。这个吧，我们先选一个那个吧，像我这样的人好不好？会是谁的歌曲 啊？我们看一下是谁，好不好？来，请音乐走。有请竞演嘉宾，不要说唱。这样优秀的人，像我这样优秀的人，应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好，五位，很感人，很好听。为什么第一个就叫我来唱？哇，手抖到不行。我们来问一问为什么转身啊？我想问一下22号的女生，就是我一听到是师哥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身了。师哥的，对，怎么一来就师哥师妹的什么的？哪个师哥师妹呀？啊，哪里的呀？哪里的呀？上海音乐学院。哎呦，哦，厉害厉害！你想跟师哥做什么互动都可以。我今天有带一个小小的舞蹈，然后希望师哥可以跟我一起学。啊，舞蹈我最不会了。这个比较可爱，然后我觉得师哥跳舞，快给粉丝一点小小的福利。好好好，哇，我学，来准备。有些动作真的做不出手，你知道吗？跳的啥呀？不是，你说。
这时候你就应该请出你大姨上来唱。那东东，你目前是五位，你目前是最好成绩，你可以坐上按摩椅。来，请上宝座，请上宝座，正在按摩呢。嗯。来一个可爱的吧，刚刚那个是深情的，那就学猫叫吧。我想知道学猫叫谁选呢？有请竞演嘉宾，不要说唱。来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来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坚强，唱下去。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你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一年在你的睡觉。是不是有点高了？耶！你的歌声好精彩哦！你刚才这一段说唱非常棒，感觉你只是念了两句。我们一起学猫叫，喵喵喵喵喵喵喵。我开始本来想虚晃一枪，听到弟弟的歌声，我就丢不起这人，我就回来了。但是弟弟完全是因为伴奏不干扰，弟弟清唱肯定能拿到听。对，预备起。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啊砰砰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何老师在旁边一直为你提着劲，就在走和不走之间。对，很好，非常好，有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哦，好，刚才为弟弟转身的，请举手一下，我们数一下好不好？哎呦，打平了。平局，平了这个。平的就按摩椅怎么算？就是你坐吗？对，你坐到东东身上。我们就一人一边嘛。你们别把我按摩椅给弄坏了。好，来吧，下面一首你们要选哪一首呢？来一个纠结的，那就是你到底爱谁是吧？对，来，有请竞演嘉宾，不要说唱。何老每次都起身。求求你给我个机会，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感觉鹏鹏都要唱哭了，鹏鹏这一嗓子扯的，那个最后一句清唱一定要唱上，就给他破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的，你就唱那一句来。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好听好听。第二排这边这个女生，她是为最早为陈学冬转身的，然后她听鹏鹏唱刚才这首歌都听哭了。就是你呀、啊、对呀、啊、为什么听哭了呢？你想起了爱谁了吗？我就是觉得她歌词有点太可怜了。哎，确实，鹏鹏的求求两个字一唱完，啪啪转身。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好，所以呢，刚才为鹏鹏转身的同学们，请举一下手，我们看一下，肯定超过五个了。啊，好高啊，这个数字，14个。东东、弟弟，乖乖乖的，麻利儿的，来，祝贺彭总喜提按摩椅。接下来还有几个一直不转身的姑娘啊，我们看看下面一首歌能不能打动他们，让他们转身，选哪个呢？那我跟星星双双觉得是《悟空》这首歌，看看是谁的品味。有请竞演嘉宾，不要说唱。叫一声佛祖，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谁
感觉不分离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踏碎理想朝四绝，是闹线终究我想问一下八号为什么会为武艺来转这个身？听他的声音是武艺哥哥，但是我有点不相信这首歌是他唱的。为啥你觉得我就是不唱不了，唱不上去是吧？不是，这首歌太猛了，太猛了。你不属于猛的。你觉得那个武艺哥哥不是属于猛的？他属于萌的，就很可爱。然后我今天有给武艺哥哥带礼物啊。真的吗？是啥呀？就是我可能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又漂亮又可爱。我没有你是又可爱又漂亮是吗？我是土啊，所以我也是。不是我知道了。武艺你快站到旁边去。那我开始了。武艺哥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啊？我是长沙人。不，你是我的心上人。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猜我喜欢吃什么肉？辣椒炒肉。不是，你这块心头肉。哇，这铁棒有何用？我也有一个，你累不累啊？累啊。啊，怪不得，因为你在我心里已经跑了一整天了。哇，嘉哥在10年前就说过这个。啊，是吗？好，谢谢我们的八号，谢谢。还有几位女生是非常难打动的，有我们的5号和37号，好不好？我们这样看，就是唱的时候谁撞过去，好不好？也可以啊，不但5号和37号可以转回来，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你可以转回去，好不好？海涛上。我还没有什么。来吧，海涛上。掀起了你的盖头吧，让我来看看你的美。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好像那弯着弯月亮。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掀起两个钉子户啊，快点点啊。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秋波一梦。不要那样哟，不要那样哟，还有两个小姐姐，不要那样哟，不要那样哟。回来吧，回来吧。哎，听完悟空又见八戒。重点是，我觉得我们的女生们真的好可爱，她们一个个都已经吓得躲成这样，还说觉得要礼貌，不要站回去，一个个都这样了。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真的，这个刚才可能他们不太喜欢这种，就是小朋友。我们换一个熟男好不好？佳佳歌上。这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好像一个咒语啊。这孤单一辈子，吓唬人吓唬人。一起来。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算，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照顾。我想我会一直孤单。我就孤单一辈子。不要吓唬人。别的那样哟，别的那样哟。
你再不专升就会孤单一辈子。我要先再不转身就没机会了，我们只有最后一个，来梁静康康康，加油！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花一人份的钱，买一人份的单，我觉得孤单。我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哭泣，也想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昨天我们遇到对方，推翻然后说原来哦是你哦，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天天会发现跟我来相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成功！我想你回忆。别的那样有，别的那样有，我的青春就。我们访问一下那位37号的女生，好不好？就是最后为什么会为康康那个转过来？因为本来我已经沉浸在康康的歌声当中了，然后康康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然后我就心动了。哇哦！连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你都没转过。难道你不希望别人掀起你的盖头来？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都孤单吗？好，我们最后获胜的就是鹏鹏，请鹏鹏站到舞台中间，准备接受我们的40个女生最后的交友福利。恭喜鹏鹏，加油加油！网球王子 ，C 位出道了。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比个心拍拍手，你是我的好朋友。救命救命！哇哎呀哇，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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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们换个人试一下，真的你这什么叫换人？怎么样？你看一下杜海涛的表情，对海涛羡慕。你们愿不愿意把刚才的这个福利为海涛再做一次？你好人一生平安，来海涛，海涛加油！别的那样有，谢谢我的代表我弟弟，谢谢你，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不要仔细看9号和10号，因为真的太漂亮了。啊，9号和10号，我可以从这儿过一下吗？我觉得他会哭哎。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比个心拍拍手，你是我的好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比个心拍拍手，你是我的好朋友。救命救命！哈哈哈哈哈哈！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回报一下人家。刚才我觉得我们40位女生用她们很真诚的态度去面对我们为她们选的歌曲。其实呢，我们10个男生今天选了一首歌曲，是把我们刚才唱的所有的歌里面的关键词拼成了一首歌。而这首歌是我们献给所有现场的我们的42位女生的，还有所有在电视机前自己独居的，对，你们也是女生嘛，独居的拥有小小世界的朋友，好不好？希望你们会喜欢，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请你们来欣赏这首歌，好吗？好。变化又何用？去变你喜欢的模样，带你到全世界。
去遨游，想要成为更加优秀的人，很纯真又不是认真，我累的时候你会不会心疼，你是不是也会害怕孤单一辈子，吃一人份的饭菜多刷一人份的碗，我想我一定不会就孤单一辈子，等着姗姗来迟的你。雪里上喵喵喵，陪我穿越拥挤人海，你是我的眼，美好都浮现，有时我也想拥有超能力回趟家，去把这个不大的地方好好照亮，求求给我个机会用真心去面对，我想有个温暖的家，晒月光心情却 online， 一个人 alright， 我为自己开香槟庆祝 Valentine， Day and night， 被窝里泛滥，偶尔 party time， 朋友摆放开派对气氛。也谢谢我们的四十位可爱的女孩，谢谢。我们今天也大家在这个 T 恤上签过了名。我们这首歌呢，也是作为我们今天不要说唱的一首献给大家的歌曲。愿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精彩的小小世界。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出现在我们不要说唱的最后的超大型的演唱会上。谢谢大家。好。今天的温暖有你快乐出发，我们会以我们获胜队，也就是我们黑色这边佳佳、海涛，然后还有鹏鹏，以及我们康康、梁靖康的名义，为成都双流的安康家园的孩子们送去体育用品，希望他们身体健康、茁壮成长。本次的温暖有你快乐出发，我们来到成都双流安康家园。安康家园是汶川地震后孩子们的新家。这里的孩子课余时间喜欢各种运动，我们为孩子们送来运动衣和运动鞋，还有各种体育用品，希望孩子们在学习之余能够时常锻炼身体，茁壮成长。温暖有你快乐出发，耶、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零点零，下期看点。暑期最热大剧来袭，好笑啊！佘诗曼、秦岚，苏之化变成了富察容音。国风刘奕君，终于穿上了龙袍啊！圆梦啊！徐凯、吴谨言，是傅恒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要哭了。重量级匠人带你解密惊艳华服周边，叫福寿三多，寓意着圆满。这一件作品呢，花费了我们八个工人半年的工时制作完成的。哇，到每一把特色工艺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嗯，轻轻的扇就是很有风的感觉。那是因为您真的热了，姐姐。经典剧情爆笑演绎，本宫听说你会唱歌，就是皮毛而已。皇后娘娘你不会吗？打你干嘛？你为什么动手打我？我没有，头发乱了。前方高能，他们如何出奇制胜？竟然跟本宫看上的是同一朵花。这时你说，栀子花开，这花是送你的，一朵鲜花插在。好狠啊！来人呐，金者库。你目不转睛地看着朕的爱妃，到底在想什么呢？那你就应该问一下你的爱妃，曾经对我做过什么。原来你是这样的傅恒。不要说，唱，究竟哪首歌能让你成功演到大结局？为什么？傅恒，傅恒，傅恒，怎么回事？是
白月光版幻月之城，究竟谁能出演？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提醒大家要多多支持我们的流星花园和我家那小子，以及8月17号的快把我哥带走。谢谢，谢谢大家。是的，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感谢合作伙伴韩束澎湃水、韩束澎湃水启动水光机，以及指定产品雪碧，可不及待爽个痛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哦。是的，我们的快乐大本营官方账号也入驻了快手 APP， 希望大家多多在里面寻找我们很多明星的可爱花絮吧。那祝大家天天开心，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